之前，几年前在 MCO 的时候，我有过焦虑症，然后那时候看了心理医生呢，也没有见大的好转。过后我就去接受了这个颂钵的治疗。又打扮美美咯，我们现在要去 Christina Lin 的婚礼，然后秋文宝宝来我家准备化妆，我们做了一个绝美的发型，对 ，VV 弄的 ，by VV， 那我们现在要出发喽 ，Let's go。耶！新婚快乐！十多年终于结婚了啊！是的，终于到生多第二个闺女。你呢？你呢？斯纳，斯纳，潘斯纳。哦，潘斯纳 ，OK， 有名字了，期待一下。其实现在回到家了，然后要洗洗睡了。刚才那个。婚礼的 vlog 我其实也没有拍到什么，那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是记录一下。每次去婚礼哦，都是很兴奋的，然后很开心，就觉得哇，很浪漫的感觉。然后每一次去人家婚礼，我就想要快点办了婚礼，所以就跟老公在那边讨论了，讲我们的婚礼，因为。改去一场婚礼，基本上最少应该有十个人吧。问我的婚礼到底是几时办 ？So， 之前我们是想等 baby 会走路，那现在已经会走路了，可是我们也还没有去 planning。我觉得是时候我们要去 planning 了。然后呀，不可以留下遗憾。So， 等下老了我再想。啊、年轻的时候，妹妹说应该办一场婚礼，所以呀，期待吧，敬请期待我们的婚礼，哈哈。今天是 Family Day， 我们现在出发去 IKEA 去买 baby 的床，因为他现在大了，然后他的床现在已经穿不下了，他现在在后面。穿到很像算命师这样子 ，Mary。那我今天呢会录一个 vlog 给大家看呢。我今天入住一个叫 Cloy Hotel 的，很漂亮。我之前每次来，然后我都住不到这间大房。那我今天住了大房，所以我期待。现在我们就去那个房间给大家看。然后我今天是第一次和 Tammy 合作拍摄，那我等一下会录一点小 vlog 给大家看呢。然后我就会去 Barbie event。那等一下，Christina。Felix 会来帮我做造型，好兴奋哦！那我现在就话不多说，带你们去房间看一下。OK， 这个我之前就有来拍摄过了，下面泳池，哎，看不到这里，哈哈，就很美丽。你们看一下。Hello。大房间，这个是 Tammy。Hello， 第一次见你就录了。Hi，
嘻嘻在里面呢。哇，哎，我第一次 book 这间房，一个包啊，厕所。啊？哇，很美耶，这个房我很喜欢。第一次拍下水旅游，拍照的时候旅游还没有。拍摄完了，现在 Elix 来帮我画我的 Barbie 妆，是 Barbie 的主题， Barbie 主题，很期待。OK， 最后我打算穿这样，这个是Elix 帮我搭的。本来我只带了这一件悠悠的这个裙，可是它有一点小暴露，因为它这边也露，然后上面也是一阵花。等一下要放 ribbon 的，对，还有个 accessory 没有。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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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现在已经在这个 Lala Park 的 Barbie Event 就在 GSC， 然后大家已经进去看电影了。我现在在这里拍一些 reels， 现在这边一个贝壳的 Barbie 的那个 book。回到家了，哎，什么家 hotel 了，然后现在准备洗洗睡了，很不舍得卸掉这个造型，很难得才有这个机会可以画这种 Barbie 的妆。那刚才也拍了超多照片跟影片呢，虽然该在现场没有什么太多的录到 video， 因为都在专注在拍东西， but it's okay， 你们去我的 IG 看我的照片影片吧。 Good night。 OK， 今天我去这 Angel 的 event 呢，那现在快要到了。然后这个 Angel 的 event 呢，它其实是一个神经灵的一个体验啊。那时候有听 Angel 讲，它是一个有五个 session 啊，这样子每一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怎么说，其中一个 I know 是松浦。那那个松浦其实是之前我很早的时候体验过，因为我之前有一点来焦虑，所以我有去体验过这松浦，我觉得很好。它是因为我们人其实有六大七大脉轮啊，然后它是可以帮我们打开那个脉轮，就是有一个人拿着一个东西，然后就是敲那个一个锅这样，然后就转，然后就有一个音波会让我们对，就是放松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很期待。嘿，你今天画得很美耶。 Hello， 谢谢。
刚才他叫我们选哦，那个精油有三种味道，然后每一个精油都代表不同，然后刚好我们三个都这么巧选的精油是不一样的味道，所以这三个都代表着不同的东西。那我刚才选的那个是 Transcendence， so 他讲是可能我近期有意味着想要做决定之类的东西，我不知道，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然后把我刚才选的那个味道放在这里，很酷，你看这样子。The Eye 跟那个 Crown Chakra， 说是给我们 connect 我们的 higher self。运动会，我们应该也可以去追寻。对，一切很简单。不然的话，他的腰这边长了，他也不是不会走，就有可能拉到关节炎什么之前可能生孩子那个过程。因为绿色跟白色都是平衡跟和平的，就是你不想要你的生活上再起很大的波动，就想要温和的一起慢慢这样过完这个简简单单的。然后你还有这个绿色带于我们的心理学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很冷的颜色，你是有很有悲伤的。耶、yeah, 我们体验完了整个无感的那个体验耶，谢谢 Angel 的邀请，谢谢你们过来，真的希望你们的身心灵可以得到一个满足，跟可以了解更多关于这种疗愈的方式跟活动啦，因为快乐的荷尔蒙有分四种嘛，对不对？对，来看这个 Angel 的影片。OK， 今天就是体验到很多，然后我刚才觉得最有感触的是刚才我画的那幅画，然后老师讲的东西都很准，也很贴近我的内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所以穿透你的感觉，对，有穿透我该这裤，哦，真的假的？真的，一开始讲的时候，所以呀，是一个很棒的体验，谢谢 Angel 的邀请，哎呦，太客气了，终于体验到了，因为一直听他讲，然后。没有来到，是因为就没有觉得好像忽然间有人可以看穿你，可以理解，对对对，我觉得那穿透力太强，很棒哦。现在就回到家了，那我其实想跟大家小小就是分享关于刚才去 Angel 的 event 的一些小小心得，它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心灵疗法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它是总共是一个 5 senses adventure， 然后它是有 sight, smell, sound, touch and taste， 是有五个不同的心灵疗法给我们去体验的。然后刚才我体验了，真的是，其中一个项目我体验了，就是呀，他们我可以给你们看，就是他叫我们画画，你看这个是我画的画，那这个画呢，他可以从我这个画里面看得出我的内心现在的世界是什么。然后刚才还一讲的时候，我就立马 touch 到我觉得 oh my god， 就是很走进我的内心， which 我觉得很这是我当下的现在的状况的感受。然后我就立马流眼泪了，我就觉得哇，那其实不知道大家有听过松柏这东西吗？其实之前，几年前在 MCO 的时候，我有过焦虑症，然后那时候看了心理医生呢，也没有见太大的好转，然后过后我就去接受了这个松柏的治疗，那我觉得非常的好。那其实松柏是什么呢？松柏是它其实是一个透过音乐来促进我们身体和心灵健康的其中就是一个疗程。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辅助的疗法啦。那如果真的是心理健康方面出了更大的问题，应该还是要去看医生会比较好。因为其实我之前的经验是，我看这医生，医生只是就是给我吃药，然后我还是如果我好像没有吃药的话，我还是会失眠睡不着。所以过后我就找到了这个松柏的森林疗法的东西，我就慢慢的就没有吃药了，就慢慢的做一些冥想啊等等的东西，让自己身体慢慢的去恢复那个能量，然后放松下来。其实我一直想要分享，但是我没有去讲出来，因为我觉得我不敢去面对那时候这个焦虑症啊，有点焦虑加犹豫吧，我是就是连一个小鸟飞过还有一点点东西我都会很敏感，然后一直哭，无缘无故我吃东西吃饭我也是会哭，就是处于一个很崩溃的状态，要塌下来了，要死了，然后我的手啊我的身体啊也出了很多一粒一粒很痒的东西。就是看皮肤科医生，他跟我讲是因为我身体心灵的健康出了问题。我觉得现代人很忽略的一点就是做心灵疗法的东西，就是可能自己心里一直憋着一直憋着一些压力，我没有去想到那个方法去抒发。其实心灵疗法有很多种抒发的方法，不只是有时候可能可以是看一个电影也是一个你抒发的方法，或者是去接触大自然，呼吸新鲜空气，做个运动等等，都是一些疗法。或者有些人的方法是透过冥想啊、瑜伽啊，然后一些人是画画啊，你要去找到适合自己需求的一个疗法吧，我觉得。那我觉得该体验了这个整个心灵疗法也让我比较放松。那它其实该你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这样，像一个碗这样，它就是透过那个森林的震动跟那个频率来影响我们身体和心灵层面，然后它靠那个森林可以促进我们的那个治愈能力吧，可以这样讲。我觉得是超级酷，就好像我刚才做完了，我现在整个人是很，我觉得真的是有 healing 很放松的那种感觉。它可以讲促进我们心理层面的放松，也可以让我们的更加治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讲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棒很棒，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try 看，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心灵疗法。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身体要健康，心灵也是要健康，不止身体健康，心灵也要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大家。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就到尾声了。那祝大家有个好梦，晚安。